土耳其国防部27号宣布，已经开始接收第二批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土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第二批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相关配件已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附近的穆尔特德空军基地。第二阶段交付过程预计将持续1个月左右。俄方于7月向土方交付了第一批 S-400 系统配件。土耳其2017年与俄罗斯签订协议，购买4套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美国等北约国家多次警告土耳其不要购买这一俄制系统，认为该系统无法与北约武器系统兼容，而且可能有助于俄方今后定位及追踪美国及盟国的 F-35 战机。